起网络端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，尤其是一些80后和90后更是对他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出道至今，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作品。今日演员网络端登 Madam Figaro 世界12月 B 年刊封面，纯净素雅的风格始终是他个人的大片调性，在安全的范围内保持如初，置身错落有致的城市绿洲之间，一步幻景眼波流转，完美诠释破译自然主题大片，彰显自信女性之美。封面大片中，网络端身着鹅黄风衣，眼神笃定，气场全开，廓形西服套装酷飒有型，印花半身裙随性自在，黑色皱纱羽毛式衬衫妩媚，于不同 look 间自如切换，时尚表现力亦是备受肯定。网络端不仅有着霸气的一面，名媛淑女风也能诠释得非常出色。女人的美不光是那种小女人的美，也可以美得很大气，让人眼前一亮，就像网络端这样，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状态。喜欢就订阅呗。